Hello，来，群雄逃董。进去。练兵，我看看几级啊？哇，终于21了。遵命。行。遵命。再来一个。还有没有？炸翔是干嘛？单个武将可以获得40000。先下阵吧。遵命。遵命。那我这不是浪费吗？一群无能鼠辈而已。你一点还是要下来。遵命。遵命。66，这个最多只能加4了。好了，这回没有粮食了。就交给我吧。就交给我吧。那应该会不会还少一队呢？队友武将，我都忘记给他们加点了。我这个武力增高。
怪不得我会输得那么惨。交给我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征战，点不掉，点不掉，哦，发展了。东西都没，这些材料要讨伐这些敌人才有。那讨伐不了。邻居，铁矿需要9万。好吧，没有，连粮食都没有了。需要2个小时。36000，那木材，拿木材换吧。这个换不够。哇，完蛋了，搞错了。哦，是那个弄仓库吧，19个小时啊。肯定这一个。反正有金币，管他。好吧，下一回合再换另外那2个来升级。